姐妹们，大家好！感谢主，今日咱有上好嘅吼。那今日我要拍一个小 baby， 伊是喜欢拍吉他，所以拍吉他嘅时候咧，头壳风会好艰苦吼。我甲爸爸妈妈打，爸爸妈妈会买一支吉他吼，我考试会学吉他。爸爸妈妈问伊要学也无用，有东西嘛是无东西，吉他学也无用，痴痴来学。但是头问着老师的时候，老师就介种个弹吉他哦，直播直播个歌。当时多的时候，我个歌开吼，直接学个是无一条歌又拍出来，就是用只弹来打打打的，多加一些弹来变化，说话是多也是无清楚。所以呢，即个我结论就是说，哇，无关系学只吉他。当时有一个同事到我教室吼，我学应该会晓。我有东西来学，慢慢来学，是直接我看你直播哦，直标的学一刷，直接打哦。所以这个有弟弟，急就想着哇，我快好学一支吉他，来拍一条歌，这个吉他。但是有一个东西直接就学，而且前面到那里说话就学，成为信徒，成为信主耶稣的人。成为主耶稣的门徒，耶稣有跟一件事好重要，就是当我们小小的时候要有动心哦，甲大的时候才有动心，甲小小的时候哪有意吼？大的时候咱才有意，就是接到一路加福音，我特别念一问题啊，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节，咱就是谈，咱个最小的时就动心，到大时的就也动心。到这最小的时候，就不念；到大时就也不念。所以我解释对，那东西就是小小的时候的东西，最小的时候那些东西，不可能连小小的吉他也学，吉他是不是在直播的歌吼，偷偷跳的歌，但是的东西，那咱到这里念的时候先就是，咱别什么东西甲别什么。咱做的时候，咱讲的时候，咱所答的话，就小时候不是哦，咱有这个，那个丢的就打出来，那个收来是打出来，还是咱生一个物件，咱学做多做这时候，就是讲就是老师看咱这个，工课还要做的吼，碎碎的时候，是阿伯做吼，积淡薄积，不是碎碎的时候。但是咱细细学起，学起，甲咱大的时候，有十五年、三四年、五六年、十五年，甲个咱很熟悉。啊，那熟咱的时候真熟悉。当咱细细时学祷告，做咩咱祷告，慢慢就起来学。咱不用祷告，也大家点注意说，我感谢了，今日给我谢谢我。日积当然学，那去写单的时候，就会背起，听传道人讲道。那我用诗听无咩法，但是咱用心直接来听，甲结听过听法。那为啥就咱读诗嘅时候，而且前面我用读诗嘅，慢慢读，就是到创世纪去，第一节慢慢读，直接，得甲结也是读不了这创世纪，我就个只能读不了。那开始嘅时候是小无会，但是开始嘅时候咩用心。咱当心咩事，咱做，有积极来成功。但是如果咱无当心，衰衰的事，坏的事，咱做唔到。衰衰的事，咱当心，坏的事，真做得到。衰衰的事，咱有年吼，坏的事，咱真要等咱有年。啊，主要说有提前咱无积极事个当然。所以第二件物嘢，而家当伊学的时候吼，学一年，学两年，学三年。格格伊慢慢要拍落来呢吼，歌好听，就是拍样就是。那歌好听，慢熬伊就乖乖呢哦，就保持落来哦吼，拍起这条歌吼。个强个个硬个好听，啥物歹时候个先能会跳啊？这种结是正果。而且问，如果那是祈祷个门徒，
咱有时候就是要日日一步的一步慢慢，咱要有动心，或者小小的事、碎碎的事、大的事注意点，就看咱变咱动心无。咱也是要有余，或者小小的事有余，咱大的事咱也是有余。今天前面问所有人，我笑也收，跟咱在到六条平十六条对十十，小小的事要有动心，大的事要注意看咱要有动心个。小小的事有余，大的事也是有余。祝耶稣祝福咱每一个人，阿门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这不同。